这位先生您好，你给我描述一下您现在的情况感觉。就是气短，就是平常咱们说话说话的时候那个气感觉是供应不上，是气比较短，气比较短。哎，就是我这个不是很周期性的发作，周期性发作的时候呢，就是一般后背疼的得让别人辅助一下，得在后边狠命的捶完了以后还感觉稍微舒服一些。哦，就捶对地方了好像。对，也就是他应该是气短，应该也是胸闷嘛，胸闷啊，也会有胸闷的感觉，有胸闷的感觉。 对，好，这就是也是一个正讯号出现。那这个讯号就要赶紧去处理，免得它进一步绷紧，说不定哪一天就停电了。当然我们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，因为您今天结识了原始点，可以现在现场感受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您这样有多久？大概是从九九年左右。九九年它是间歇性的，就是有时候这个由颈椎的肩一直到后背，好像压着什么东西一样上不来气，气很短。然后我就那时候就让我同事啊帮忙，还在后边狠命的捶。力的话我也不限制，因为我的承受能力好像比别人强一些。打通了以后呢，打完了以后就后背觉着松开一些，就是稍微的能够缓和一些。现在颈椎还有肩膀对会酸吗？都会酸。现在酸，我头稍微这么一动的话，就会穿的从这个肩部一直穿到这个后背肩胛骨这儿。那是不是要顺便处理啊？需要顺便处理吗？那能够处理的话，我就非常感谢张医师。那也就是好，那我们就也顺便帮他处理一下。你说现在是头一弯，从这里头弯对，就是弯头一压到这儿的话，这个从肩胛骨这儿一直会穿到这个，穿到这里，对，啊，这里都会痛啊，整条。那我们就。顺便帮他处理一下，好吧？好，谢，不会，好，因为他颈椎也有问题，所以我颈椎也顺便帮他做一下。颈椎出问题，一定要先从枕骨开始做。这里是不是疼？好了一些，这块。这里呢？这儿疼。哦，这里开始疼了啊。啊，这里呢？疼。哦，这里就很疼。这里疼吗？疼吧。可以承受吗？可以。啊，这里疼吗？好一些。啊，这里好一点。好，这里最疼。好，我看这里是最疼的。好，那另外一边我也帮你找痛。好，这个疼吗？好一些，这块这疼，这里疼。哦，这里就疼。这里疼，这里疼，这里呢？也疼。这里也疼，这里啊疼。哦，所以这一边等于几乎整条都在疼。这一点不疼吗？疼。我看你的颈椎这一点疼吗？这点不疼。这里不疼。这里也不疼。这里也不疼。所以他的颈椎是从这里开始的，这一点很疼，我顺便帮他处理。好，那他的颈椎的问题，好，大概这样处理应该就可以缓解他的症状。那我帮他舒缓一下。刚刚每一个点都很痛哈。对。好，那他常常会气短、胸闷，主要的就是这一段，所以我们就一路坐下来。这个疼吗？那这块不疼。这里还好。这里不疼了。这里疼吗？不疼。这里不疼。好，这一边看看。这里呢？也不疼。不疼。不疼。到这里还不疼。好。这里疼吗？不疼。这儿疼。
好，这里疼了哈、啊，好，这里呢？疼，这里也疼。这里是不是也疼？对。这里呢？这里好些。好，他疼到这里，因为他刚刚说会窜到旁边来。那以旁边的痛，我们也是，如果这里有痛，我们画一条直线过来到脊椎，所以这一条也是管旁边，所以我们推到这里就可以了。好，另外一侧我们也找找看，这里疼吗？不疼。这里不疼。这里不疼。这里呢？也不疼。也不疼。这里呢？这里有一点。这里有一点。这里呢？这里不疼。所以它真正的痛是在左侧这一条，右侧只有一个点。这里这么长，也就是他的胸闷气短，就是由这一条引起的，跟右侧比较少关系、哦、所以只要这一条筋松了，他整个呼吸就会顺畅。我们现在来帮他做一下，这样你可以接受吗？这样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现在帮你舒缓。好。舒缓舒服吗？舒服。这样可以的。像右边只有一个点，我只要在这个点舒缓就好，最主要是左侧。以我的经验，一般心肌梗塞最痛的也是在左侧，所以抢救心肌梗塞最好先从左侧下手。好，好，这样可以了。好，好，非常感谢梁老师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舒服多了，这气好像是好像贯通那种感觉，很顺畅，现在呼吸感觉好，气儿往下走了、嗯、对，往下走了啊，不错啊。啊，您颈椎你动看看，看看有没有比较松？啊，有比刚刚松吗？嗯，松快多了，松快多了，确实很松。好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张医师，谢谢刘先生。有没有人现在胃溃疡正在痛的？有没有？正在痛是吧？好，出来，那我帮你做。我们用做的来比说的还具有说服力。